吃一口冰淇淋，奖励自己。先放在这里。我准备出门了，一会儿见啊。今天那个地方你肯定喜欢。哦，他妈穿得好潮哦！妈妈，哇，真的好像，没有想到是像的，好像这个是汉服哎，是的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哇，哦，汉服社，汉服租赁是吗？专门就是卖汉服的地方。哇，这个好美丽啊！这个好看吗？这个蛮好看。这件是件凤纹的，红凤凰，黄凤凰，粉红凤凰，花凤凰。这个给爸爸穿，叫他站在小区门口，站岗。这个小区门口，我们来一人搞一套吧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蛮好的，好看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可以呀，可以就拿着呗。好的呀。啊，这个你觉得行吗？这个穿起来可能会效果好的。啊，那我就这个吧。但他的发型还挺适合，本来就是很古风的感觉。哇，都有点不认识我自己了。妈妈呢？哎，怎么样？哎，蛮好看的。怎么走？妈妈好瘦啊！你妈妈真的好瘦。我可以吧，嗯，那我的眼光不错呢。你眼光非常好，耶、嗯，好像你这个比较舒适。对，我觉得你这个下面可以上面嘛换一件，你看去看看还有什么好看的。你穿这件也蛮好看的，颜色好。嗯，哎，我要不要穿这个 ？Thank you very much。上方宝剑赐我力量，唰！哦，这个帅，这个帅，哦，锦衣卫，哦，这个好帅，送，公子哥的感觉。你看，眼灵刀在此，啊，真的？对，我们后继有人了。好，来，你甩一下。我甩不来，怎么会甩？走，我帮你去化妆。这什么东西？你这是不是像胡子呀的？不行。这干什么？葫芦娃。我也是经常喜欢跟我妈搞这些，嗯，蛮好的。我小时候你都不是会给我们画一个红的吗？因为去年一年都比较忙，我就想说今年还是挺想多陪陪他，因为他喜欢汉服，他觉得汉服特别美，也很愿意穿上他们跟我一起互动。喂，把气都撒呀！周润发走过来了啊！噔噔，嗨嗨，我们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哦，小宝宝，小宝，他爸很年轻哦。怎么这么好看？哇，这
个是你弄的，我才发现，哇，这么好看，怎么这么好看？你这么厉害啊！哎 ，Happy 三八，哎呦，三八妇女节喂，这么隆重啊！哇，这个什么火锅？哇，哎，这个火锅是你弄的？哎，哇，这么厉害！但他爸爸好像话很少哈。嗯，快点！噔噔噔，这是三八妇女们送给你的。问我啊？哎，点吧。唱啊，唱起来，唱起来。手伸起来，超级帅。哇！好看。耶，妮妮，爸爸帅吧？作为一个大直男来说，能够去弄这些气球啊，贴这些墙上的装饰，包括甚至于弄火锅，他不会做菜吗？已经就是很好。三八妇女节快乐！耶，谢谢。哎，你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衣服怎么样？我们今天穿越了。如果三个人出去的话，这回头率肯定很高的。我这个收拾的还可以吗？可以的呀，可以吧，过得去了就可以了。我现在一个人搬出来住，你们放心吧。放心的呀，因为你自己可以烧点菜了。我只会番茄炒蛋，你放心吧。放心。啊，你放心的，真的，这样你以后就可以自理了呀，只有让你出来才能长大，只有出来才能长大，不出来长不大了，就在妈妈身边，就是每天我烧给你吃呀，对吧？那你在你现在出来了，你自己学会烧了，那以后成家了，你也可以烧做饭了呀，对吧？你们两个人是初恋吧？哦，你会当着你爸妈聊这个吗？会。初恋啊？啊，真的吗？你是初恋？你是初恋吧？真的是初恋？啊，那很难得。就是你们的初吻是献给对方的。对。你是吗？是，应该是，应该是。我刚，你们的初吻是献给对方的吗？你们谈了10年才结婚的？哎，哇哇！